这个就是冷焊机的附加的功能，碰它。金子铜管中间有一条裂缝，现在把它给满焊起来，看一下这个效果。看一下这个焊道，摆那一米五，还没开始喂呢。如果第一枪射的时候看不中的话，可以选择摘一下针，这样就形成一个焊点，顺着这个焊点的纬度往下走。这是焊完后的效果。这是0.8的紫铜和0.8的黄铜点焊后的效果，看一下这个焊道。这是0.8的黄铜和0.8的紫铜，现在焊一个对接焊，看一下这个效果。现在焊一段平焊，看一下这个焊道。旁边有点黑灰，稍微蹭一下就掉了，看一下这个焊点。这就是黄铜和紫铜点焊后的效果，看一下这个焊点。